为了不让疫情影响到佛光人的相聚，来看佛光山波士顿的三佛中心日前办理的线上联谊会，邀请到各地的信徒还有义工们来加入，还制作成了影片来回顾过往。佛光山波士顿三佛中心在疫情期间规划丰富课程，精进学员，日前还举办线上联谊会，邀请各地信徒义工一同相聚，分享过往工作报告。身体健康，然后心情愉快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把这些都调整好，那网络上一样可以联谊，一样可以分享，一样可以学习。邀请永固法师为大家开示，鼓励大众精进学佛，充实生活。三佛中心监寺觉谦法师也感谢信徒及法师多年来对道场发心护持，弘扬人间佛教。因为有大家，道场才能继续在波士顿推动人间佛教。透过影片回顾过去五年的活动成果，分散各地的佛光人一同响应这场欢喜盛会，希望新的一年持续携手努力弘扬佛法。人间卫视美国波士顿综合报道。